你有什么心愿？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早日和父亲团聚。你呢？。我当然希望我们放着孔明灯能飞得很高，希望娘在天有灵能够看到他，有一天他会以我为傲。谁在盼望着春风拂面？数三二一。谁在凝望着摇曳花朵？二。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？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？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多？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，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，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，我真心拥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五七三班的教官，我叫杜恒。现在打开你们的行李接受检查。是。检查？笑什么？这就没了吧？呸！这是什么？人参。你是来当兵的还是来当少爷的？全部私人物品没收。是等等。